但是里面是一点芥末梗都没有，有都是人参味，没放香料。如果你吃上去是香香的，没另外反应，就看掺子这次吧。香料就是有化学成分的。而且呢，你摸上去的话是油的。反正我算一下，就来摸一下，它是雪碧制的。你看你们刚刚进来这只手，非常的皱皱的，擦这口是水水的。因为我们这边可以买油的。咱们必须是吧？你看，趁着这次吧。Inside deal. Try to sell some oyster cream in here.